沐浴在墨西哥太平洋水域巴亚尔塔港的海滩的自然雄伟与殖民遗产和世界文明的现代性相结合。沿着它的海岸亲水长廊，由于其餐厅、画廊、工艺商店和表演，这条大道也是会议的最佳场所。海岸在浪漫的地区吹着神奇的微风，以其咖啡、精品店和鹅卵石街道为坠入爱河的人提供了完美的空间。在城市郊区，植物园是墨西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展览的圣地，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宁静和优雅也居住在 Marina Vallarta 地区，是那些寻求奢侈品的人的空间，在游艇和日落之间的高级美食、艺术表达和风景如画的景色。巴亚尔塔港今天是该国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它的自然和文化之美使其成为那些寻求放松头脑、激活身体和充实心灵的人的完美场所。